这个故事就要对1895年的台湾开始讲起。故事的主角是台湾的第一个女医生傅马生。身为台湾人，面对主权无确定的时代，伊对抗命运，创造一个坎坷奋斗的人生。台湾的历史，台湾的故事，咱袂使无了解。人海不停，千山万水，亲像海影。Oh,